美女闪亮登场。我还喜欢阿姨叫我帅哥。哦，帅哥闪亮登场。来，不行，你这个是吃三两，叫帅哥，明天人家所有的往上评论区搜，我对你评分不行，还是美女。来了你就叫美女。假小猴子。假小子。哦，假小子。我要成猴子了呢。阿姨说我多久能成、我不知道，你看你要5000还是要2000还是要500。一分钟内吃完5000是吧？对。两分钟之内2000。三分钟5000。三分钟500。你睡梦啊。啊，确实是500。但后面续的吗？续的是四满了啊。不是，续的是算在时间之内的吗？不算吗？不算、啊、我说你这里你是多少分钟，就像刚才那个美女、超过三分钟你就不得奖金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是这个意思，只能得粉，知道吗？只能得粉。是的。3、2、1开始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个是脱草进城吧？我的天哪，真的是有太有实力了。争取5000块钱哦。哎，真的有点东西哦。是的，可能2000块钱有望，5000块钱可能没有。我干嘛？哇，三口搞定。不要哭，这么快你就哭了，哭这么早干嘛？好，签到了，准备1分钟了啊！争取2000块钱，快，加油！妈妈，哎，太有实力了！估计2000块钱可以哦，可以，1分20秒现在。阿姨今天白干了哦。没事。吃得很干净哦。1分47秒，关键成功。哦，美女，厉害，2000块是吧？对，2000块钱，再给我加。再加4碗，再加4碗，对吗？对，来。阿姨脚都软了。手软，脚也软，你看。看见吗？来。三份。四份。还要汤吗？少来一点。你看，美女是也是像前面那个美女一样，都是哈尔滨的。你看，不是你哈尔滨都这么能吃吗？必须的。3、2、1，开始。哎，这个能吃哦，刚吃完3两，又搞4两。是的，前面那个也是啊，都是哈尔滨的。前面那个是第一次是3碗1两的，第二次4碗1两的，现在这个也是，这个美女也是。3碗1两的吃完才是1分多钟就搞定了。那这个美女是拿了你2000块钱了吗？是的，等一下一起把奖金给她呀。还有一个4碗1两的，看看她这个4碗1两的是吃多少时间。哎，下次哈尔滨的过来你都不敢接了。没事，谁吃得谁都过来，随时欢迎。那你这样送粉又送钱的出去，那你不亏本了？亏本，但是开心就好。你们说的牛不牛啊？你看吃这个装饰比我们柳州人吃的还好。美女，还好，要不要再加一点？
美女。嘎嘎去。嘎嘎。嘎嘎是什么仪式？就是好吃得劲。所以不懂就要问他，知道吗？辣椒辣不辣？你自己做的辣椒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我肯定有数啊。能不辣吗？我吃肯定有数，问题是你吃有数啊。我吃我也辣呀。哦，你辣，但是我吃不辣呀。我吃不了辣。哇，吃不得辣还吃这么多，你看真的是很牛。不要哭了，吃快点，加油。我擦擦嘴巴。不用擦了，还继续吃的，擦了干嘛？这样才知道你吃螺蛳粉，知道吗？吃了螺蛳粉两天都不用擦嘴哦。对呀，口红也不用擦。看见了吃的，我肚子都饿去。吃的很有味道啊、哦。是的。四两又准备吃完了哦，这也太快了吧！真牛。五分钟吃完四两了，我靠！太聪明了，哦，把它拔住。对了，丢了那个尺寸多。太不可思议了，你看。OK， 这就完了。哇，恭喜你美女，6分03秒挑战成功。几两哦，一共哦。对呀、啊、2000块到手了呗。到手。还有4箱螺蛳粉。哎呀，无用客气，我有的是粉，知道吗？假小子啊，钱来喽。你们看这个美女吃7两，1分17秒挑战成功，2000块钱哦，帅哥，恭喜你！哎，谢谢阿姨，快，开心吗？开心，你数看我够不够哦？哇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，太脏了！嘴巴都歪去，这个假小子！所有的粉丝宝宝们，你们看这个美女。真棒，1分17秒挑战成功，得2000块钱哦！还有谁能够挑战呢？欢迎你们的到来，一起是6分03秒挑战成功，2碗又得2000块钱奖金，又送他4箱螺蛳粉，开心吗？开心，棒，太可以了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的，下次改良吗？下次啊，下次动不下来。没问题，随时欢迎你的到来。螺蛳粉呢，我们从哈尔滨来的吧，太远了，也是就像我师妹一样，就送给见面的小姐姐们了。哇，哥哥们，见则有份，来大哥，看我分别了，送一箱给你了，你更有了，谢谢谢谢。